场了，我们要进场了。蓝色的大海渐渐变为碧绿色，你有看过这么漂亮的海滩吗？苹果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参观国境之南太平岛。是岛不是礁，苹果带你直击太平岛。太平岛位于南海，距离台湾1600公里，是我们在南沙群岛唯一实质占领的岛礁。岛上有养洋雨鸡，原生植物多达106种。五号井啊，为岛中的一口井，每天呐、会抽取2到3吨的井水啊，供南沙医院一般民生使用。岛区啊，也有啊30人左右啊，会来取用五号井的井水。因为大家在这边都会待很久的时间，起码都要待2个月。那我就是把这边当其他的在这边工作人员当作家人。此外，太平岛上当然有医院，共有3位医师、3位护理人员。其中这名护士谭曼琪已经入籍南沙，超酷的。去年7月来这边工作之后，就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，那也觉得很认同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来这边工作，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光荣。那我觉得入籍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而已。这个地方机能完整，自给自足，你能说它不是岛吗？动新闻综合报道。